鸭子窝头。你们是推广的还是厂家的？不是，你是推广的还是厂家的？我是公司的。公司的。公司挂的。平行往外移啊。公司是啥意思？你是生产公司的还是？是卖橙汁的。啊，卖橙汁。对，不卖橙子也不卖机器。来，对，谈一下子。还可以吧？来啊！等一下，他会炸的。丢饭圈。他姐姐怎么弄的？干嘛哈？怎么弄的？我们学会了，学会你来操作好不好？你先看，你先看看姐姐怎么弄棉呢？妈妈教给你的，阿姨。等一下，给姐姐先，姐姐排队的。来，小朋友先来，那就你先吧，你先。谢谢，试一下。哎，也不行。那你刚刚没弄平，弄平试一下。没事，我拿点弄。哎，你的机器有问题。我拿点弄出来，给你放进去吧。他有的是 他要玩，我小家伙要自己操作。好奇。来，拿两单要换就好了。对。拿给你干啊。好。好，给叔叔，叔叔你的这张单，然后给姐姐。等一下，给人家弄好，你不急好不好？现在不行啦，这不能塞的，不能塞的。现在塞没用，现在塞跑进去，你等一下什么都没有了。是的。好，咁啦。咁仔，咁。哦，得啦，佢扶住住个杯啦。呜呼！几只橙？我见到佢切咗两只。系五只橙啊。三只。三个，但系呢个仲切紧喎，佢唔切埋佢。系咯，佢切开咗，然之后停咗。系咯，你揿多下咧。冇啦，跟住应该。算啦算啦，冇啦，嗱，揸住，攞佢出嚟。哎呀，得啦。哦。